Hello， 大家，我继续翻到嚟 Pokemon 嘅白金咁啊，呢个就百变怪版啦。好，咁我都好耐冇拍啦，因为近排都有啲冇乜心机拍啊。咁啊，点都好啦，都系要一啲娱乐嘅，系啦。咁如果大家有啲咩唔开心嘅地方嘅话咧，咁啊，不妨都去揾一啲嘅娱乐去玩下啦，系啦，绝对就唔好收埋啦。OK。好，咁啊，讲完啦，我哋依家咧上集讲到咧，我哋打赢咗呢个道馆啦，之后通过咗一个洞穴啊，应该就咁依家要做嘅系咩啊？唔记得。咁上集讲到应该系咩火银河团咧？咁啊，应该系馆主啊？啊，应该系馆主啦。好，咁啊，上次好似讲到草系非常之难打啊，系嘛？冇记错。点样行啊？呢个系咪打呢个先啊？咁啊，我哋先撞击佢啦。好，之后换重，再换只百变怪出嚟。变，毒针，哇麻痹，哇，冇死，吸食啊，靓波，搞掂啦，咁就好。OK， 咁啊顺利整咗第一支针啦，跟住我又要翻去补血啦，非常之麻烦啊。因为打草系嚟讲咧，如果佢草系冇咩禁忌，其实我系收得档嘅。其实我系收得档嘅，如果系咁，嚟啊，打埋呢个。特殊攻击系咪俾我轻易击败？哇，又系呢只，大镬啦！大镬啦，呢只真系搞唔掂啊，呢只。黐线，哇！我即刻秒杀我啲好嘢，唉，点解佢可以麻痹我咧？可以咁样麻痹人嘅咩？话时话，真系得咩？喂，我发现一个笔喎，系咁，你睇下呢得喎，我仲以为系佢打我得，我打佢唔得添。诶，OK， 我赢到。打得翻招技啊！哇，第二只都系呢只，咁点玩啊？我兄弟，一生长好烦喎，佢麻痹都，都唔紧要，升爆咗个生长先。OK， 跟住之后麻痹翻，中中啦喂，中啊！跟住慢慢吸死啊，吸死啊，唔好俾佢吸得唔得啊？哇！但系我一转重就即刻死喎，呢只应该，唉，好白痴，有机吸翻住佢，吸死佢，靓波，但系冇乜技，唔紧要，照吸，唉，都唔系好多啊，扣得，有冇 PP 啊？有啊，哎，顶唔系 PP 嚟噶，冇 BB， 得玩水。玩完啦，真系玩水。好，都唔系赢唔到嘅，要食药咯呢度，要食药先赢到。唔紧要咯，我哋食药喺呢度，唔食药真系打唔赢，真系太过劲啦呢条友。先食个药先呢度。好，打爆佢。嗱，都系应该会死，我哋食多次伤药啦。死啊！死啊！死，搞掂！哇，仲有一只，三只，吓，黐线啊！三只有，咁我咪有排食啲药，黐筋嘅。总之头先食药啦，咁我，唉，黐筋嘅。麻痹啊！靓波啊！诶，有机会杀到佢，好波，跟住即刻换重，再换重，变身，麻痹翻，麻痹。咦，呢只冇，哎呀，呢只冇生长，食蕉啊咁，咁冇得打喎，有机会，有机会打唔赢喎呢只，系咁吸，系咁吸。黐筋嘅又系，
咁呢一隻我一定要用撞击撞死佢啦，然之后再用变身变佢对面嗰隻，睇下 OK 啦。而家基本上系咁烧呢个 PP， 烧到咁上下就可以打啦。撞佢 ，OK， 食支大药啦呢度要。撞佢啊！搞掂，转重，再转八边怪，烦恼种子，哇！呢只又要，呢只又要用绝地反击打。咁我哋临尾先用八万吸收啦，因为用晒啲废技先系啦，因为一开头用咧吸唔翻啲血啊会。OK 啦，咁啊要赢嘅话实赢到嘅，不过就麻烦少少啦。系好麻烦，唔止麻烦少少啊，好麻烦。OK， 愤怒。OK， 八万吸收啦，可以玩。跟住去到临尾嘅时候又要食药啦，食个药先。OK， 撞佢，唉，终于赢到啦，争黐线，唔得，即刻要翻去回先，如果唔系死紧啊我。啊，好啦，即系每打一次就要回一次血，唔系讲笑，都几夸张啊！好，嚟啦，第三个，希望就唔好咁难啦。诶，独墙尾都有机会啊！哇，呢啲废技真系废到啊！点解我又俾佢麻痹到先噶？魔法叶、技种呢啲用唔到喎。魔法叶啦，可唔可以爆佢击啊？咦，魔法叶扣几多啊？都唔错，吸水，争下，好噃。OK， 咁我呢度有几多钱先？千几蚊，咁我哋唔搏啦，直接买下嘢先。因为个少少钱咧，可能就系智胜嘅关键嚟嘅，唔可以睇少呢几千一千蚊系啊。即刻去打道馆啦，冇谂啦！即刻去打呢个馆主。咁啊，馆主有只草苗龟，我记得当时睇呢个神路嘅Pokemon 嘅时候，好喺呢度 save 先。15个钟啦，已经玩咗。正常 Pokemon 15个钟可以爆机，应该得系啦。等咗好耐，八代呢一个奈多啊，草系精灵啊。头先见到你，我就觉得你绝对会企喺我面前挑战我，俾我估中咗，就系俾人咁嘅感觉。开始啊 ，OK， 草苗龟嚟啦，一嚟又诅咒啊！都几麻烦咁样，都唔算嘅。哇，打咗咁多呀，发生咩事啊？佢一嚟爆我击啊！哇，真系抵啦，想打我？哎顶！诅咒，再诅咒，飞快刀，爆击，好波啊！呢下爆得靓，叫声，哇，即刻死咗。哇！俾佢打中咗，食招啊！食个药先。O K， 杀咗啊！哇，唔系好痛嘅佢。佢用咩技啊？毒针啊！哇，好鬼痛啊！都食药先。我毒针都几痛下，唔错啊！佢哋唔好食药啊！顶食药。打唔赢会食药，真系打唔赢会食药。重开先呢度，暂时都捉到路点打嘅，不过就仲有少少距离啊，距离我获胜仲有少少距离。好，一嚟先用变身啦，之后诅咒两下啦，左右啲飞牌都爆击佢，爆击佢啊，爆击！抵能有乜可能佢一下爆咗我啊？黐筋啊！咁公平咩，大佬？呢度唔爆击唔使自打赢草苗龟。咁正常草苗龟用爆击先打赢。咁我哋开一下算啦，唔好开咁多。诶，靓波啊！哇，顶食药，
喂，冇技，吸取咧，吸取都扣唔到多，有信心应该赢到啊，金铺。三啊诅咒飞快刀，哇靓啊呢下，爆击啊大佬，哇大 B 有乜可能打咗咁多啊黐线啊，佢打咗好多血喎、啊，唉死咗算啦呢度，我100蚊你罚咗佢啦，我试多两铺睇得唔得，如果唔得嘅我又要升咧，或者去赚下钱先。真系好麻烦啊！呢、這个头先争啲赢嘅，可能就系冇回晒血去打系嘛？好，先加咗阿物防先。嗱，打唔同我啊！依家暂时望落啊，依家四下诅咒，一下爆击佢就死嘅啦呢度。但系佢唔爆击咯，我仲冇埋，我仲冇埋 PP 啦已经。点打啊，大佬？黐筋，呢段真系冇得打。哇！你唔系讲笑啊？点解成日都系佢爆击，我冇得爆击嘅？系咩一回事？究竟？我开两下嘴咒，然之后飞快都算，反正佢都系爆击先打得同，唔爆击嘅话永远都打唔同，系啦。但系佢未死啦，头先嗰下，好可惜地。咁啊，同埋佢啲垃圾技就完全唔吸力啦吓。试多最后一次唔得嘅话，我要买药同埋升咧。三下嘴咒啊，应该三下嘴咒就打得死啦。飞快都。再飞，秒杀佢啊！秒杀佢，秒！唉，知知啦，咁就试多铺啦，试一系试到佢爆击为止，起码杀咗只草苗龟先，我觉得我要现阶段我要杀咗草苗龟先。如果唔系话咧，我都毫无进展，一跌飞落去，咁都 miss 弱智嘅草苗龟，冇晒。真系用时间嚟换取胜利嘅，依家其实用手揿今次，哇！佢一下爆我击，公平咩大佬？一下爆我击，黐筋嘅诅咒，诅咒，诅咒，飞快刀，飞快刀，飞快刀。飞越快咯，飞嘅爆击啊！唉，又冇埋，系得飞越快都可以打死佢呢一只。如果唔系话，唔使自打赢佢真系。飞越快咯，飞啊，飞啊，飞飞，唉，又冇晒，唉，又冇晒，好辛苦啊！打呢一只，有冇药？有冇？啲加强道具俾我用啊！特防冇乜用啊！呢度有应该赢到，开啦！爆佢啊！又唔中，哇！头先大家睇唔睇到啊？连续两次唔中啊！究竟有几黑仔啊，大佬？系要极度黑仔先至可以做到呢一个嘅唔中两次嘅命中，真系两招技都唔中，系发生咩一回事？究竟飞快咯，中啦，爆佢击啊，爆啊好波，终于爆击。佢呢个会用毒嘅，所以我哋一定要撤走换，跟住用叫声 ，OK， 百万吸收啊，跟住即刻变身啦，诶、欸、好波，变得切啊！跟住就香甜皮色，针，先用百万吸收先啦吓，因为吸到咁上下，直接用毒针针死佢啦，希望可以。哇，打到冇晒血呢条友仔啊！佢唔使食药喎，居然毒针，
唉，吉唔死佢，好嘢嚟。黐线嘅真系，痛到癫啊，大佬！系咪呢度要食特强、特防防御、特防强化咧？如果唔系，好似打唔死嘅，打死佢啦，友仔！好，食药先，冇谂啦，打佢，打佢！佢开了两次生长啊，佢都都几多啊！哇哇，大我大我大我！七支药，呢度要食多一支已经差唔多，仲要食多支，好痛啊！黐筋，哇死啦！有三支赢啦，打死佢，仲要赢啦！但系真系好强，作为炸翻我嘅证据，俾呢个森林徽章俾你啦，可以用巨合斩，草成结，越重就越劲啊！一招神嘅技能啊，打啲岩石系最强嘅草成结，大岩石啊！铁甲、超烈暴龙啊，铁甲暴龙啊，仲有边啲咩咧？仲有啲岩石系啊，同埋地面系啲比较重嗰啲，全部用呢招就啱噶啦。OK， 好啦，我哋终于打赢咗呢个道馆咯。依家去嘅地方有机会喺呢一度入面啊，有机会喺呢一个银河团八代大厦入面啦。咁但系今集时间我哋玩住咁多先啦，系啦，非常之崩溃地咧。就输咗好多场，咁但系最后咧都终于赢到啦，喺呢个非常之幸运嘅情况啦，好似系啊，非常之幸运嘅情况下赢咗嘅。好，咁我哋今集时间嚟住呢度先啦。咁如果未订阅嘅朋友，记得订阅我频道，俾个 like 啦。我哋下次再见，拜拜。